这是太孙帮着整理的三代，基本言之有据。这几天你把它背下来，等到时候进宫见了皇上，千万莫要说错了。爹，你也信了他？我不能信他吗？你们怎么都这样？是不是只要那个皇太孙？ 他看上了，我就得乖乖跟着他走啊！我是个人，不是个物件。孙若薇，山东邹平人，永城县主簿孙忠之女，自幼跟随父亲读书。我的债还完了，路也走到了尽头。 我若不死，他的来历说不清楚。只有死无对证，才能无从说起。你干什么？你不能进去，不能进去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！不行！ 放开我！你让他安静静的走吧。 爹死的时候，你明明就在旁边，你明明就可以救他，你可以阻止他，你为什么不这么做？在你的眼里，每一个人的命都是可以用来牺牲的，是不是？古人要守墓三年，穿麻布衣服睡在潮湿的地上。虽然我做不到，三个月，总还是可以的。三个月之后。 我就进宫，埋葬仇恨，把过去的一切都忘掉，高高兴兴的嫁人。你屋里那个女孩，胡善祥，如何呀？忠不忠心，合不合用？你给我交个底。你想想啊，这些男人要不就是打仗，要不就是人折腾人。 儿子选媳妇儿，我总得找一个跟我知心的人吧。干活好有个帮手，说话也有个伴儿啊。等到老了呀，我身边也有一个顺心事意的，跟我一个鼻孔出气的。今天有人送来一份很奇怪的贺礼。 我哪来那么阔的朋友？汉王派人送来的。